喂，咁你譬如你14年喺电影圈咧，即系都几讲阶级噶嘛？你唔开心嘅多定唔开心嘅多咧？吴云，其实唔开心都好多嘅，咁啊开心都有好多啦。咁如果唔系，都冇可能生存咁耐啦。咁啊有噶有噶，咁其实即系唔系好耐之前，啲杂志都不停咁写我作为恩星啊呢两个字嘅啫嘛。咁啊感谢主，而家可以脱甩咗呢样事啦。咁同埋即系认识我好耐，都系我系边个边个嘅绯闻女朋友。咁男朋友？哦 ，sorry， 中文有限，唔好意思，太兴奋啦，讲紧呢个故仔。咁啊，咪即系系啦，绯闻男朋友啦。咁啊，即系我而家可以脱离咗呢个身份咧，即系做翻啊吴允龙啊、龙城虎啊或者猫仔啊，最紧要系即系吴允龙啊，呢个演员即系打功夫几好睇嘅、哦，即系呢样嘢系 overpower 咗之前嗰个身份咧，咁我好感谢主噶啦。你以前会唔会睇到呢啲报道嬲嘅咧？吴允龙，我好记得我第一次我同阿Fiona 拍紧一部电影啊，晶哥做导演同监制嘅，咁啊晶哥喺现场，咁啊啱啱有本杂志又系写呢样嘢或者吴允龙隐星嘅乜嘢，咁我记得我同阿晶哥讲啊，我晶哥我应该唔应该理会呢啲嘢嘅，我明白。不过真系有时睇得太多，都会影响到我嘅。因为其实我自己我唔会话唔努力过任何人啦，大家都好努力啦。做嘅嘢都系一样，甚至乎可能我又流血流泪，即系好多嘢，即系有时真系都会 hurt 到我嘅。晶哥就咁理佢啫，唔理佢哋，人哋叫你恩星，你做个大星俾人睇。即系我就记住，哇 ，OK， 即系有一个。即系电影圈入边咁资深、咁劲嘅人，可以咁样同我讲，即系佢乜嘢都见过噶嘛。咁我就 OK 好，我凭呢个信心就做。咁有佢哋嘅 backup， 同埋有自己嘅即系个新，即系 touch 咗个新嘅心个火咧，咁就慢慢慢慢达到我想达到嘅嘢咯。一圈星光背后有我吴允龙，想听足本访问咧，就即刻上881903.com节目重温啦。